乡小弟喜欢每逢有月冰华就带中午用餐一块，秋冬季节到了，妈妈弄的煮汤啊，我感觉这煮汤好像煲一个袂歹了，要煲啥呢？我感觉莲藕是一个很不错，这个材料咱讲起来，盐工凉拌也可以，然后炒菜也可以，或是煮汤，我定来用来煮汤。当然莲藕有时阵吼，莲藕没有吃到那么多的时阵吼，如果你还未洗过、还未处理的时候，你用成报纸盖。就包起来安尼，啊，若无真正讲你已经拢下皮下好啊，无法度食哈济，咱就是用保鲜膜给封起来，尽量麦有接触到氧吼，就隔绝一下，它比较不容易变黑吼。好，当然我都要讲，迄报纸包起来就可能冷藏嘛。啊，那细果当然就像我讲的，保鲜膜啊，喜欢餐巾纸个物搭保鲜膜给处理起来安尼，安尼个用保持较久。好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到两位特别来宾，要跟咱分享讲用新冠的锅具，和咱来节省时间啊，做菜料理哈，都能够好吃又快速又好整理哟。好的，我们首先请到这位呢，很棒的人妻，就于浩然。另外这位是锅具达人，我们欢迎明达。我是幸福人妻于浩然，我是锅具达人明达。今天跟美凤约什么呢？黑金石墨烯锅具，轻松料理，健康吃。好的，欢迎二位。大家好。这两位应该都很会做料理哦。明达现在越来越会做啊，浩然本来就有在做料理，喜欢做，好棒，而且喜欢买锅子。对，然后什么甜点也做得很好。谢谢谢谢。啊，等一下嘛，做料理以后，我们常说有时候没味道。就觉得你就没味道，不想吃奶茶的营养，所以干酱什么都要啊。最主要是你用一个锅子把一些食材最棒的营养煮出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所以这个要交给你啦。今天要做什么？今天我带来两道料理。行啊，一个是像凤姐刚刚讲的莲藕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就用莲藕来做一个莲藕鸡煲汤，再来呢就是辣子鸡丁。莲藕鸡煲汤的食材有。鸡腿20只，莲藕200克，红萝卜100克，玉米笋50克，红枣10颗，姜片适量。辣子鸡丁的食材有：鸡胸肉300克，葱2根，辣椒少许，干辣椒10克，蒜仁6瓣，辣豆瓣1匙，辣椒油1匙。这鸡腿耶，对啊，而且看一下这个鸡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总共20只，哇，对啊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像鸡腿嘛，大家都爱吃，对，可是汤锅如果那种太小，炖出来的3只5只，有时候一个人都吃不到1只，没错，而且有时候小孩子家里有2个，如果锅里只有1个鸡腿。我没孩子就会在看说妈妈跟爸爸会把那一只鸡腿给谁，然后谁拿到翅膀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这个红萝卜我们先切块啊，那这个莲藕呢我们就把它切片。莲藕呢切片，然后拿凉拌是爱啥鬼料来做凉拌？对。那其实莲藕它有很多的帮助功效，那因为像中医那边在讲的话，莲藕其实还是有这种健胃啊、开脾呀，可以润肺，对，还可以润肺。所以说有时候身体我们感觉好像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不一定每次都可以。其实在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靠一些简单的食补。所以你现在是泡？对，我们泡过啊，我们把它加一点点醋，因为我们这个待会要下锅的部分，所以就让它不会变黑掉。对，我们就是防止它氧化。那因为莲藕本身也是这种高钙质的，高钾高钙的，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个稍微泡着让它备用，那再来我们这边可以准备烧锅。对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用20只鸡腿的大汤锅。对，哎，这锅子这么大，我觉得很疗愈哎。对，它除了大，它又很方便，因为大锅可以小用。那我们小锅的话不能大用，而且油也不用太多。好，那我们先爆香这个姜片，先把它煸一下。哦，直接爆香。对，直接下锅。那因为
这个锅子很深啊，那在爆香也不用担心它会喷。那其实我今天哦用的这一组锅具哦，这个很早就想跟大家分享。可是这组锅呢，这是我用过最完美的体验的一次。对，因为这个很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锅的时候，哦噜噜咕叽奈哦嗖嗖。结果我后来去研究它的材质啊，它是现在很红很红的一种材质，叫做石墨烯。哎，这个名称好熟悉，很熟悉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做料理要好吃，最重要的就是跟热有关。当然当然，对，那餐厅都会用快速炉嘛，它的热能才会源源不绝。可是家里的瓦斯炉呢，它的能源、它的火力大概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对，所以我们必须靠不足的部分，就是靠锅具来帮我们完成。那这个石墨烯哦，它是已知哦全球全世界导热速度、传导速度最快的，非常的快，而且又非常的轻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有一种棉被也有石墨烯，那盖进去大概五秒，你就被卡位就被就吸油哎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个煸到那个姜的那种香气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鸡腿呢？哇，规盘就当就当就当哎哦，二十只哦。哇，真材实料！那我这个就直接用手抓下去了。先这样，一只，两只，就抓起来嘞。三只，四只，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来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二十还可以再上哎，对，它有非常多的空间。你想一次可以煮那么多，可能我一天两次把小朋友什么分两次吃，一次煮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把它的配料下去哦，有这个红萝卜，有玉米笋，然后再来红枣，还有莲藕。那它来卤鸡腿也很好哎，一次可以卤二十几只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对，我如果一半拢给处理好，对，然后冰在冰箱里。像我们这泡过的，它就不会黑，不会黄。对对，就可以预防它的氧化。好，那最后我们再加蛋嘞。我都不过用什么醋，我都煮汤的时候直接给黑落去啊。有 OK， 好，那美凤姐可以麻烦你帮我拿水吗？需要用米酒吗？我们再加一点米酒。好，我们水就直接把它加下去。对，它这个是足足有七公升的超大容量。水，我水要够，对，因为它卤要有时间。我们要刚好盖过这个鸡腿，好，盖过食材。我这样够了，米酒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把它加一些米酒。好，像这个样子 ，OK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再把它的盖子盖起来。这个锅子其实哦，它厉害的就是它除了说锅子里面、锅子外面都是石墨烯以外，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材质叫做钻石。它把钻石微粒跟石墨烯结合，而且外面呢特别还做到这种钻石切割面。我真的是对这个是增加它的这个所谓的导热的面积、受热的面积，所以它的导热速度会非常快。而且这整个锅子啊，一起成型铸造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凹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煮汤，它没敢抖出来，它是一个导流槽，这个导流槽就是让我们在倒的时候汤汁不会流到这个下面的，而且它这个铸造的锅具啊，很特别，是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哇，回音好强哦，锅子所没有的这种声音，因为它整个铸造下来，它是现在还要哦，哎，对，还有那个听到的声音就会莫名的双手想合十。我跟你讲，去做 SPA 的时候，他也会拿一个东西在你这边敲，你就。哇，好扎实，放松。对，就是真的是很扎实的一个锅具啊，那又深，容量又大，那再加上它内外都是石墨烯跟钻石嘛，所以说它的外面它也不粘，它的里面也不粘，是全锅的不粘，所以说这个在使用、在清洁都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体验。对，它就是最主要就是说它是一体成型，我们煮完的时候呢，再拿的时候记得用个防烫夹。对，而且它这个锅子啊，就是一般我以前在开盖的时候，那个盖不是只有一个圆珠头吗？对，所以在拿的时候，它的气孔会在旁边，有时候会去烫到。哦，对。对，那它这个设计就是说，我拿这个盖子的时候，它的热气它就在前面，它会往前喷，不会对着。对，所以说我们就不会去。它设计好了，设计好就是往前。没错。那当然，这个是煮汤了，其实它现在也快沸腾了哈，我们就来准备下一道料理。好。好，那辣子鸡丁哈，像我刚刚已经有把这个。鸡丁有把它腌过了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就一样哈，先做一个爆香的动作。好，它这个火一开哦，几乎温度马上就会上来，
像我们以前就说热锅，有的要热很久，一分钟两分钟，有的热到冒烟呢。对，这其实热锅不用太长的时间，对，就大概哦30秒就可以了，就可以。对，那这个锅铲的话，因为它是不粘锅了，其实像我在不粘锅使用的话，尽量就使用像这个胶铲或木铲。对，哦，胶铲木铲的话，它比较不会去伤到这个锅子，所以用这个是比较。对，那我们就是先把这个蒜头、干辣椒，好，先放下去，再来是葱白，先放葱白，对，我们先爆香。好，哇哦！那我们这个爆香呢，我们先把这个香气哈，先把它炒出来。好，有听到这个哔哔表表的声音，对不对？爆香香气出来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个鸡丁，好，把它放下去炒。好，这个加一点点那个。哦，这个有辣，有辣。这个鸡呢，我们炒到稍微表面哦，有一点上色的时候，我们把还没完哦，还有辣椒油，这是辣椒油，对，然后辣豆瓣，哇，全都放下去，很辣哎，这个就是要辣，超下饭。对，好，现在稍微先让它炒一下。好，你辛苦了，先闭住，闭气，先闭气。来，最后呢，把它加上黑醋。哇，那肉有熟哈？对，还没好，我们待会再让它焖一下。对，好久哦，这妈妈可能需要戴口罩。好，让它焖一下，把盖子盖上，好像这样子就可以。那其实像这只锅，它比较特别啊，它里面哦整个都是平面。对。那可是它这个锅子，它表面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有一个所谓的3D 熔岩铸造工法，所以说它这个凹凸不平的表面，它这是特殊的，为了增加在料理的时候有这个物理性不粘的效果。对。而且这只锅子它比较特别，是你看它这个平面，它这虽然是炒锅，它这个平底的部分非常的宽，有22公分。那这22公分就比我们家里一般的煎锅还要来得更宽更大，而且它就是有深度，所以呢，油什么不容易啪啪啪啪啪到外面。而且有时候我们煮的菜可能水分多一点，太浅的锅它就很容易满出来。没错，那最重要我们知道就是说，其实石墨烯哈，它就是预热的时候释放的这个远红外线啊，所以说像其实这里在煮鸡汤。这里在炒鸡丁，它其实我们感觉好像就是表面在受热，其实远红外线呢，它大概3到10公分之间的距离，就是短距离的去做穿透。那它不只是外面受热，它是由外到里，再由里到外煮的东西，等于说会帮我们节省一半的时间，所以说煮出来会比较甘甜，比较好吃，也会比较多汁。对，好，那像我们这样子呢，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呢，我们来把它开盖看看。它应该是有熟了。对，应该是已经熟了，因为它不只是靠这个热度。它还靠了这个远红外线帮我们做料理。好，全盘在这里，真的有辣，有辣有辣有辣，有香。你还没吃就额头都流汗了，吃还得了？哇，很好很好，流汗很好。完成，对，耶，完成完成，好。那个汤呢，我们就让它去控制嘞。好，淡了之后啊，好，我们就准备上菜喽。干嘛？来，辣的喝汤，我先喝汤好。我先吃辣，看看刚刚被呛成这样子，到底厉不厉害？啊，这好像应该要配碗白饭。对呀。刚呛的那个味道辣，但是其实吃起来。还可以，爱吃辣的可以再加一些辣椒。对，很好吃。这个哦，我喜欢吃莲藕。凤姐喜欢吃莲藕，莲藕对身体好。只是说，如果说自己身体如果说比较冷的话，就不能那么常吃。那就很 Q。哦对哦，阿水我讨到 Q 了 ，Q 健康。像我们家小朋友啊，最爱的就是鸡腿。哇，而且这其实哦，你看，哎呀，这炖一下而已，整个骨头跟肉。这个小朋友在吃，或是像我自己在吃，吃一下多嫩啊！而且重点是因为它是石墨烯生炖的那种方式，所以它比我们一般在炖的时候更节省了一半的时间。对，这个都是像这样，哇，轻轻一拉就那个，对，骨头跟肉有没有都直接分开了？重点是它嫩而不烂，软而不烂。因为一般我们在煮要把它炖到软烂的时候，都是要很长的时间，所以煮久的时候，它其实已经有点烂烂的。可是像这每一块肉啊，它因为时间缩短了，其实它嫩，有没有？它这个肉都是嫩的，但是它不会糊掉，因为它是快速的让它变嫩。莲藕也都软的。对啊，很快，就是
减少我们在烹调的时间，因为毕竟石墨烯哦，它还是一样最厉害的就是在传导的速度，跟它预热的时候会释放这个远红外线。那现场要不要实验一下？大哥，当然当然。那其实我现在这边准备了两只锅子，我觉得手可以摸，这代表说锅子是冷的。对，我要去不冷鬼。嗯，你不要忍哦。来，那我们两边呢，同时把它开火。哦，这个火呢是都一样的火力啊，都一样的火力。既然我们都说这个石墨烯哦传导的速度快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就直接用这个看一下，好，有没有三十几度、五十度？对，那我们再把它移过来再看一下，已经到一百度，差了一倍的这个温度。对，所以说它的导热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速。那我现在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实验让大家了解了，就是说这是我们一般的汤锅，哦，这一般的汤锅呢，我们这个水把它倒下去。那我们倒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要看什么？就是说，为什么有的锅子呢？我在煎的时候，譬如说我在煎鱼啊，跟它中央有熟，甚至臭灰搭，啊，但是边啊在香槟边啊的旋，哎，就是生的。最主要就是看这其实里面的泡泡，你会发现说沸腾点就是在那几个点。哦，你看这边的泡泡就特别大，有没有？可是其他地方没什么气泡，它是取决于在同一种条件下的时候，它的导热会变得不均匀。所以说煮饭嘛，袂好食。啊，差菜嘛，北后加温度上不来，你看有没有？只有外圈这边有泡泡，里面通通没有。好，那我这个锅子先把它移走。对，那像其实像我们刚刚有看到说它里面的这个气泡，对不对？它的导热其实没有说很均匀，但是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因为这石墨烯锅哦，它是七层的结构，所以它本身厚度够，那蓄热、导热、传热的效果特别的好。像现在这个锅子，我们刚刚有加温过嘛？我把它放在前面这边，这现在是没有火的哦。好，没有火的，那我现在这个水呢，哦，直接把它倒下去，哦，倒下去的时候呢，会发现说它的温度哦上来的，看一下它这个温度有没有上来的很快，而且重点是所有的地方泡泡是均匀的，导热是均匀的，它就不会让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，哎，鱼什么有一边熟了一边焦了一边生的，就不会有这种状况。那泡泡都一样大哎。对，泡泡会一样大，这就是石墨烯锅它这个特殊的地方。它这个表面哦，它有做到所谓的，刚刚我们有看它是立体的，3D 熔岩铸造工法。所以说像它这个的话，是可以有效的让这个锅子，像有时候煎鱼啊，那我们煎鱼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鱼皮跟锅子粘在一起，粘在一起，对，翻的时候，对对。后来大家都选择使用不粘锅，那不粘锅呢？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注重的当然是好用、健康跟它的寿命。那它加了石墨烯以外，还有加了钻石。那钻石让它的这个硬度变硬，那透过这个所谓的3D 熔岩铸造，它让它的物理性不粘，整个把它强化。对，那当然锅子我们在讲说它怎么样才可以完美的不粘。其实我要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哈，这个番茄酱哦，我直接把它淋下去。哇，那个锅子很热了。对，它像这样子在里面可以像这样滑来滑去转圈圈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完完全全不粘不粘的效果。对对，那这个是锅子里面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碰到的是锅子外面，嗯，哦，如果是锅子外面的话呢，像这样子，我们把它反过来，像锅子外面啊，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？酱汁粘在上面，对，烧下去积碳。那积碳了以后呢，我们每次在开火的时候还会造成一个状况，就是致癌物。对，会，对，对我们的身体影响。那你看到像其实这个。它这个下去的话，它其实也是不粘不粘。那如果说有碰上这种呢，你看到这些容易烧焦的东西，它只要粘在上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清洁就只要像这样子，啊，你看这个颜色，哦，轻轻的把它倒下去，哦，倒下去冲过的地方基本上，哦，它就是这样冲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就清洁剂就不要用太多，清洁。对，我们就不需要用太多的清洁剂。所以说这个锅子呢，在清洗的时候，除非说我们油污比较多哦，油比较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一些那种洗碗巾，一点点，对，用一点点。所以它不管是锅子里面、锅子外面，都是有非常好的这种不粘的效果。我觉得啊，从你做完那实验，我觉得清洗也有方法了。不一定全部都要那么多清洁剂，但可能也需要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们要注意什么？其实因为不粘锅跟铁锅跟钢锅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不粘锅它上面呢一定是有比较科技化的产品在上面，比方说像今天我在使用的这是石墨烯跟钻石。那这种东西其实它会放在锅子上面，对我们人体基本上已经是没有伤害，没有毒素，也没有任何的，不像以前用铁氟龙啊，那是很恐怖的。
那它现在用的这种材质，我们当然基本上就好像我们开车出去，我们不要去碰撞，不要去撞车，代表什么？我们不要用硬的东西去敲它，钢铲啊、铁铲尽量不要。哦，那再来就是清洗的时候呢，不要用钢刷、铁刷，那抹布啊、海绵都可以轻轻的这样用锯枪击嘞，切击嘞就清洗。啊，哪来讲？有的是厝的五家树咯，有的唔是啊，要安怎？就是即马其实有足侪迄落大楼，就讲八楼、九楼起哩哦，未使用即落家树咯。啊，所以讲就用黑金炉哦，它就黑金炉、电陶炉、光波炉、太阳炉、电子炉、瓦斯炉、卡斯炉，它都可以用，都可以用。对对，它其实适用很多种炉具啦，它的容量很够用。对，像我这边呢。这里有三只鸡在里面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是炒锅，因为它是30公分嘛，那深度又够深。那如果是汤锅的话，哇，这来对，哇，这里面呢，它总共放了4只的鸡，不乖不？这来对功能架，定关功能架，这有细架给啊。丢丢丢，啊，所以讲才不会说我们平常在煮汤，大家爱喝汤的时候。啊，几两拎起去，你不一定要打平。哎，不错，家里的汤锅就这么小，啊，这么小呢，放一只鸡就满了，汤掉柠檬冷水就打平啊。像这种情况就不够。大锅可以用少的东西，你小锅就没办法多一点。大锅可以小用，然后很轻松的做这料理，健康吃，又简单，对不对？很轻松。好，非常谢谢明达，谢谢凤姐，谢谢，谢谢明姐，很幸福。幸福的人，老婆才会幸福哦。了解。